在你的新床上睡得舒不舒服啊？你这个毛是怎么回事？插头的掉毛器也终于来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梳毛啦。这个乖，来，我们来先吃零食。好乖啊，我们梳毛了。哎呦喂，这个毛，天哪！就跟当初欧卡一样，太可怕了！我天哪！夏哥，这位技师的手法怎么样？好乖呀、啊！哦，是毛！天哪！哎呦喂，天哪，好可怕！边梳毛一边吃零食，这什么待遇？这样他就觉得梳毛跟零食联系在一起，喜欢啊！从此爱上梳毛的感觉。呦呦呦，梳秃了，梳秃了！天哪，天哪，这么……哎，你梳他头的时候，那有种辫子扎得很紧的感觉。妈，我的头太紧！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头太紧了吗？技师手法可以。夏哥，你的毛好像宝矿一样，往下挖就有了。我来感受一下这个手感，还蛮爽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翻一个身好不好？躺好。嗯，等等，让我玩一下那个揪一撮毛。梳完毛，差不多浅了一个色号。你从一个黑狗变成一只灰狗了。嗯，好多毛，吸一下，原味狗毛。好了，我们梳的差不多了。你怎么瘦了，查哥？查哥，我们来玩一下你的毛，好吗？嗯，嗯哼。大家好，请叫我汤尼老师。顶尖潮流设计师。查哥真的是太乖了。这蛮好看的。这像不像外婆？狼外婆。我们来个一边倒，这个怎么样？好像还蛮酷的。你这是什么造型？马丽莲梦露。哎呦，查克，你这个啊很潮嘛，啊？长发的查克，是不是奶奶会？这个飞机头，哎呀！有没有像狮子王里面那个土狼？他都说我是小可爱，我不是土狼。你是什么？就是忍术。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我忍术大毛发之术。小可你在哪里？我怎么看不见你了？海军陆战狗。查克最乖。好了，起床吧。OK, go。好了，现在轮到欧卡来梳毛了。欧卡不是掉毛器，所以毛其实还好，都没什么。梳一梳，不要打结嘛。就是日常要保养一下。让欧卡扎个橡皮筋嘛。啊，妈妈有点紧。嗯、妈，我头有点紧。日常
啡掉毛期其实掉毛量还可以，没有很多。公爹爹，公爹爹，我来学一句广东话。公爹爹给。好了，没什么毛，我们来翻一面了。任人宰割的大肥猪。我看你真的有点圆滚滚。大鸡北给我梳一下好吗？没有毛，很好，都没有掉毛。好啦，梳完啦。非掉毛期只是出来这么点，好棒，我们没有掉毛，捏一下脸。好了好了，吃完了 go， 走走走走，给大家看一下欧卡跟叉口毛色有点不一样，这是欧卡，这是叉口。有个人有一个奇怪的要求，要让我拿这个梳子梳一下他的头发。看上去很爽的感觉，梳头发跟挠背一起玩二合一，好爽。